小伙伴，一起来玩跷跷板呗！你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？都怎么胖了？我咋个压得过你呀、啊？你竟敢说我胖！我去找别的小熊熊玩了。刺激的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，滚滚们花式过熊展现绝佳球技，占据了赛场上的独特优势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全场最佳球王。凭借我过硬的运球技巧，轻轻松松就能过五关斩六将 ，carry 全场。球进了，球进了。说这精湛的球技可真不是吹出来的，欢迎随时来挑战，我等你哦。小眼儿，就你这两招，口气倒还不小，能够踢进半决赛都算你厉害了。想当年我纵横球场数十年，连续几届夺得世界杯冠军，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，啥子是踢球的最高境界。玩球一定要打破常规玩法，玩出新花样，才能一起一招制胜。看我的铁头功配合上招牌动作迷踪步，直接甩你108000里。接着再来一招八卦掌，问天下谁与争锋。方很短呐、啊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上身已经够着了，下身完全不着边。不过你们以为我这就爬不上去了吗？那就太小瞧我了。看一下我这惊天的臂力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差点踩空了。要做一个成功的猎手，一定要学会如何隐藏自己，不动如石，锁定目标，蓄势待发，迅捷如风。推断真是隐身了，看了那么久终于上来了。我的包也是那么高呀，我有恐高症的呀。我得先走走。你们两只手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有本事你们去蹦极的时候直接弯下条呀，都得酝酿一番的嘛。带我换一下呗，换他的嘞。